深中通道桥倒碎，水下互通工程将全部贯通，预计呢明年。今天早上八点，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最终接通。深中通道预计今年十一月底全线贯通，出年正式通车。到时来往深圳同中山将会由目前大约一个半钟嘅车程缩短至半个钟左右。深中通道实现全线合拢，预计在明年将正式通车。关于深中通道，沈博士提出了三个最新的投资方向。首先，马鞍岛、南沙，还有今天带大家来到的东莞。南海云景位于东莞沙田滨海湾新区，前拥黄金海岸线，背靠水乡特色湿地公园。这套总价只需63万，全海景，大精装现楼，买一层就送一层。516尺三房两厅优惠，板楼的设计超灵动空间，动静分区，楼下集合了收纳、厨房、卫生间、客厅等多个功能区。厨房是 L 字型的布局，可以容纳2到3个人，预留了冰箱的位置。出来是餐客厅一体的空间，客厅开间3.5米、4.5米的挑空屋层高，全景窗，超大面宽，让每一个空间都可以饱览到一线的海景。卫生间区域增加了很多人性化的设计，附带收纳功能的镜柜，充分考虑到业主的需求，实用性与美观共存。楼上是属于你的私密空间，很难想象得到516尺竟然可以做到了3个房间，而且每一个都非常方正，主人房非常开扬，瞓喺张床度就可以睇到一线海景。如果想要更加大嘅空间，可以睇下呢一套699尺嘅4房2厅2卫，居住舒适度更高。如果以上面积都不啱你，不如睇下呢个。咁呢一套就是4个430尺的户型空间组合，可以自主灵活改动。楼下即是小户型少有的东方美学园林，包含约760平米的泳池、跑道以及我们的儿童乐园等。项目距离高铁虎门站25分钟，40分钟即可回到香港西九龙。周边的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有万隆广场、海鲜市场、美食街等。海岸线是极度稀缺的资源，而南海云景尽享28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我身后就是集水乡特色的自然生态湿地公园，感受大自然的美景，让富氧离子流转在每一个空间。投资了5亿的狮子洋游艇俱乐部与项目相邻，未来直通大湾区各大游艇会，同步打造海洋的展览馆、滨海公园等。而滨海湾新区将以超4200亿的科创产业进驻，引进超70万的人才，不妨可以考虑下出租或者是投资。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联络我，WhatsApp 93460995，有依家就有安乐的家。